些蛋糕你们都可以自己设计耶。真的？对，这些58%都是我设计的哦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迷路，你叫来迷路，路我帮着走，而且你要很迷路哦。我要私奔速通蛋糕，放路走回来，放路走回来，放路走回来。你不要忘记自己私一一瓶路哎。我要配合，我会有速通蛋糕，是很棒。这个速通蛋糕上面会有速通的纹诶，所以就叫速通蛋糕哦。圣诞节啊，最传统的蛋糕。耶！我们帮自己的那个蛋糕取个名字，要介绍一下你的那个概念的 concept 是什么？我的名字是 Big Bad Wonderland， 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你有地做的时候，你可以走过去这里玩玩雪。我讲啦，大家看，有啦，快点！难道我做到这样，你们都不懂是什么吗？这明明是背包，你看连这三条线我都没有放过哦，这三条。OK， 快点，你这个什么名字？一团糟。好了，就一团糟了。到我的。然后这有白雪公主的住的地方，然后两个大大的。白雪公主住的。我是白雪公主啊。你是麋鹿。在这边是白雪公主，这边是麋鹿。取个名字，取个名字。好玩一点呢。哦 ，sorry， 忘记了，因为太。好烂哦！哎，靠的，有一个主题的 ，OK， 是一个很像火车的造型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一个姜饼人，听我的名字。思念的姜饼人，让你在圣诞的节一边吃它，然后一边可以思念姜饼人。我们呢，现在要来选一个最丑陋的蛋糕。不是丑陋。好，来，一二三。我觉得这很烂啦，面对现实啦。选一个最美，一二三，耶！来，然后我们现在玩一个你们很熟悉的游戏哦。怪人背包选。One two three go。背包装什么啊？背包装衣裳。背包装什么啊？背包装衣裳。我的。包起来了，哎，你们没有的包啊，去包啊！哎，还不要走啊，走了嘞！哎，走啊喂，走啊喂！啊，好，好，老人这样子，老人，老太，老太。